Hey guys， 大家好，今日进入呢个调呢个嘢嘅，呢两个都要调啦，跟住就八十九十两个五，跟住呢个都要调开嘅六一零呢个，然之后咧就进入隔离嗰度啦，呢度就要调到九十三，呢个重量要三九十，然之后呢个咧。跟住进入呢个瓦箱，跟住要更改都系少少嘅啫。呢个步骤，跟住你唔识嘅咧就 screenshot 咗佢。咁喺呢度就各人中意噶啦，我就中意手动瓦，跟住咧就可以开始咗，跟住手动瓦咧就唔使入瓦，净系七度瓦可以走晒咗。咁样悭油模式咧，你可以调到四啦，四可以走到晒咗噶啦，即系走晒十二个 lap。跟住一試一試，我調去六啦。第一個 lap 咧，地下就有多少濕，多少線水，所以穩定咁樣走，大部分嘅彎都唔使打 brake 嘅呢個。最正咧就系用呢个模式嚟走嘅，你睇到佢个快感咧就系呢个啦。呢个最高时速可以立到560。
到达咗第九个窿咧，都已经差唔多走晒啦。我个油咧都非常之多，就调去一嗰度啦，悭油嘅模式调去一。多谢大家观赏 ，Thanks for watching。喜欢呢个视频，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，订阅我的频道。至于我嘅技术系跑到20分钟啦，有啲快嘅咧都可以16分钟已经走晒咗。